接下来做俯卧撑，然后等一下我会有四个节拍，然后一是这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注意你身体的话是要直上直下。我们今天来做的是登山者，那等一下会听到四个节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那我们的节拍呢，就是一拍做完一下就是一、二这样做，然后你要注意你的右脚要去踢到你的左前方，左脚要去踢到你的右前方。好，好了，各位，这个动作呢，主要是练大腿，那这对于拔河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支撑运动。好了，首先你必须找一面墙壁，像我后面这面一样，接着蹲下去，屁股蹲下去之后，你的背部紧贴着墙壁，接着记住，屁股做到膝盖的高度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不要超过脚尖，不然你肩胛骨请紧贴着墙壁，用力往墙壁的地方靠，支撑一分钟，开始。小狗撒尿，我们先做好预备动作，两膝跪地，双手伸直，然后等一下的动作是把膝盖伸到肩膀旁边，二拍上二拍下，左边也是，然后等一下在做的时候要注意身体不要往前倾，或者是把腰抬下去。这些动作是背起扭身，那怎么做呢？首先先趴在地上，然后把手放在耳朵旁边，然后背部发力起来，再回这里，然后往左边转，再回这里，向右边转，再回这里，这就是一拍。要注意的点就是尽量用背部发力，不要用腹部发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如果没力的话，也可以用屈膝的，像这样子。